Tonight on Hunter. 一般嘞，不可能吧？把钱放口袋里，快点！快！快点！是什么？ 我想要个起司汉堡包，再来一杯苏打水。有炸薯条吗？不要。我买单。哦，下回吃大菜，我买。<笑>知道吗？你就是杰克·白，你快餐。请注意，发生抢劫案地点在阿拉梅大街毛林市场221号，请迅速赶到现场，离这儿4个街区。待会儿再吃吧。 快点儿，那让他走吧。 还没到，看来咱们得自己干了。
绕到后面去，尽量把他赶到前面来，看看那辆车。进去，小心点。这儿什么都看不出来，你往左，我往右，小心脚下。什么呢？我以为你去左边了。我听见后面有声音。你听到的声音那是我知道吗？是我。这地方简直像个回音梯一样。怎么回事？看见他了？什么怎么回事？你看到他没有？没，我没见到。那是什么？你到后面去，见鬼。今天我们俩是怎么了？我跟他进了仓库，我听到什么声音，觉得是从后面传来的，应该能抓住他的。你有那辆车的车牌吗？会写在报告里的头。对不起，亨特警官，你的车刚被发现，被扔在仓库附近。被扔了？那也会写在报告里的头。德文警长，啊，梅隆中尉看见你很高兴，你的头说你还在路上呢。这是亨特警官和麦考警官。嗨，你好，很高兴见到你。Rick， 好久不见了。啊，麦考，你好，中尉。亨特和我三年前办过一个案子。对，那个时候他还不是中尉呢。哦，我只是运气好罢了。哦，我看那可不仅仅是运气好。梅隆在霍兰贝克那儿是管理偷窃案件的，他的头来过电话说他们也在找这个人。他叫 Max Terrible， 星期三星期五他袭击了骆驼游乐场，那正有大活动，直到现在还没有恢复正常呢。对于识别嫌疑犯我们可是很在行的。是他吗？是的家伙，好像他生来就爱杀人。我想借此机会对昨天在仓库里发生的事情向你道歉。这是误会，我非常抱歉。没什么。梅隆把有关 Max Strip 的材料送来了。啊，他想得很周到啊。啊，你有什么烦心事儿？就是写报告的事。我看在 Strip 这个案子上我们需要一点帮助，我想请梅隆和我们一起干，你们说呢？他搞 Strip 这案子多久了？两个月了，可他还没有抓到人，所以我看还是先研究一下他的报告再说吧，怎么样？那么亨特你呢？我不同意，我认为
梅隆是个很好的警官，我们在此案上的确需要帮助。好的，好的。我去和他的上司谈一谈。好的，谢谢查瑞。你怎么了？我没怎么，亨特。在一件事成为正式决议之前，我能不能对你持有不同意见？我不过是提出个问题。可我听起来更像是调查和审问。也许你根本没有听清我说的话，和昨天一样，对吗？哎，我可没那么说。你正是这么想的。我说你仔细想想，昨天是你弄错了一个标准的战术步骤，没错吧？你在说什么呢？标准的战术步骤，对，我从这边进去，你从那边进去，那完完全全是教科书上的策略。好了，咱们别谈这个了，行不行？好吧，算了，算了。亨特，马考，进来一下。行了行了，你们俩就像市场上一对打架的猫，你们到底怎么了？没事啊。你们简直是胡来，你们都坐下。好了，你们的报告我都看过了，不管怎么样，那辆车丢了到现在还没有结果，昨天仓库出事了，我想知道出事的具体经过。我们在仓库里不过是有点联络上的失误，仅此而已，对吗？我们差点自相残杀。我明白了。好吧，你们都听我说，考虑一下。昨天如果你们真的开枪，那就晚了。你们现在最好到策略部去找一下精神病医生，那样对你们两个人都没有好。听我说，头儿，我们俩没毛病。你病得不轻，你自己还不承认。你再不找医生，对你办案子没有任何好处，懂吗？我们都很好。对我来说可不是这样。我现在需要你们集中注意力。听着，我没法代表你，亨特，可我和平常一样注意力非常集中。出于尊重您头，我告诉你，是我对某些事情有看法，明白了？嗯，我也是。我看你们俩在犯一个大错误。斯特瑞普的案子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呢，所以我走了。这里面出了什么岔子了吗？对，没关系，会解决的。但愿如此。你们做搭档有多久了？差不多六年了。那在一起的时间可够长的了，你们之间相处得相当好吧？大部分时候是这样的。这不是那种坐办公室里的工作，所以偶尔互相间也会有些摩擦的。时间长了就是这样，也许就是这么回事。你这么认为？你怎么认为呢？你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吧？有些时候不。在仓库那儿，当你从拐角走过来，看见亨特正用枪指着你，对我说说你的感觉，形容一下那过程。就好像一切都成为了慢镜头似的，我的心跳得很厉害。我的手指正要扣动扳机，正在这个时候，我们都从拐角那儿出来了，面面相视，我们都呆住了，你知道吗？当时，在那一刻，你们其中一个可能送命。是的，有时候真的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干这一行就是这样的，事情发生了以后就，我们就会回到现场，就像我们平时所做的那样。现在那个从盗窃部门来的梅隆中尉全部都把工作接管去了，而这使你不安。的确烦扰我。我的意思是，我就在那儿站着，而他和亨特就大谈起来。哦，你还记得这个吗？你还记得那个吗？我感觉他们好像已经忘记了我的存在。哦，那个中尉是女的。对，她是个女人，不过这倒不是问题所在。你看，这已经是第二次出这种事了。那跟我说说第一次。我不知道，
我看那并不重要。也可能很重要，告诉我并不会伤害你。那是三年前了。我刚刚参加完联邦调查局在关地口举行的六周的培训，我走进去，亨特和梅隆坐在我桌子那儿，他们俩都总结性的大谈德安吉洛的案子，而那正是我培训以前经手的案子。我和地方检察院的一个朋友谈过，搜查证没问题。干得太棒了。哦，嗨，马考尔，欢迎你回来。嗨，我刚从机场回来，我只想稍微停留一下。梅格梅隆，弟弟马考尔。啊，嗨，你好，我们得去地方检察院了。说得对，我们的案子是德安吉洛案，对吗？德安吉洛案，我认为那个案子已经被放弃了。我们又重新调查。对，我们有了新线索，好了，由我们处理吧。你回家去吧，休息一下，换换衣服。那个时候你是什么感受呢？我觉得被遗忘了，就好像我根本没在那儿似的，他见到我没有任何反应，反正我有被抛弃的感觉。在我看来，你和亨特警官好像产生了一些误会。这里是谈话很安全的地方，你想在这儿和他谈谈吗？我好吧，可是我想他绝不会来这儿的。人是会变的，好好想想吧。好了，我们的时间到了，我还想和你接着谈下去，可是已经约了别人了。好的，我看先这样吧。好，明天同一个时间。好的。嗯，谢谢。你好，我是诺曼泰特。嗨。您好，泰特大夫。你以前看过精神科医生吗？没有。是这样的，高尔夫球要是帮不了我，那精神科医生更不行了。你真是一针见血，到这儿来使你不安吗？不。那么，泰特大夫，我知道你是个很好的医生，帮助过很多很多的人。我所以到这儿来，是因为我的搭档对我们的关系有些误会，而我也觉得是有误会。那么，我想弄明白到底是什么误会，然后解决它。啊，平常他对这些事儿是很通情达理的，可是最近却变得……你是怕这会影响到你们的工作？是这样，你们做了六年的搭档，也许你们俩走到头了。我不这么想。他以前像这样过吗？没有，没有。除了那次德安吉洛案子。德安吉洛案子怎么了？那是马科尔参加联邦调查局在弗吉尼亚州管迪克举办辩论学培训的那一年，另一名侦探临时作为我的搭档替代了他。是谁呢？梅格梅隆。是什么样的情形？梅隆警官有点鬼点子，事情嘛就由此发生了。能做出解释的一个理由就是他如今是中尉了。我对马考尔感到内疚，因为那德安吉洛的案子是他的，所以我想跟他谈谈，让他去休假。嘿，马考尔，见到你很高兴，你终于回来了。是啊，没人比我更了解德安吉洛这个案子。哦，你听着，梅隆对此案有一些新的见解，你说吧。哦，不，你们接着干吧。我是说滴滴应该知道案子的进展。好吧，那么你的理论是德安吉洛杀死了他的合伙人可赖，因为可赖发现德安吉洛侵吞了公司财物。是的。请原谅，案子根本不是这样的。你看，可赖发现德安吉洛有了情妇，现在是德安吉洛的妻子在家里掌握钱财，所以可赖要敲诈他，他不可能承受离婚。这倒是很有意思的观点，你能证实吗？梅隆正在设法证实他。很好。是什么？泰特大夫，你认为马考尔警官的表现是不是职业方面的妒忌呢？
怎么讲？我是说梅隆解决了那个他没能解决的案子。这有可能。这让我意识到并不是巧合，也就是说梅根的两次出现你都注意到你的搭档表现异常。你和迈克尔有没有考虑过一起谈谈这件事呢？可以在这儿谈。你根本不可能把他叫到这儿来，大夫，一辈子都办不到。你去哪儿了？医院看个生病的朋友。我们找到了一个线索，有可能帮我们找到 Strip。 你那朋友怎么样了？他好多了。得什么病？他的肝出毛病了，他们要把它摘除。你说什么要把它摘除？我是这么说的，他的肝坏了，他们要把它摘除。人的肝脏是不能摘除的。不能摘除，他们一直这么干，如今的医学是难以置信的。你难道疯了吗？医学科学已经证明人没有肝脏是不能存活的。那么你现在是什么，军医总监吗？行了，他们并不是把他的肝全部摘掉，他们只是切出那么一小块，差不多这么大，他现在的肝跟老鼠的肝差不多，懂了？那人来了。伊瑞·宾汉，谁要找我？我。你们要跟我谈多长时间？一直到我找到答案为止。我已经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一个月没有见斯特里伯了。不，这还不够，伊瑞。我要见我的律师，我有我的权利。好吧，我会给你找个律师的。可是我跟你的事还没完。运气怎么样？不太好。你听见了？是的。我倒有个主意，如果你不在意，我要耍他一下。没问题。当然。真可笑，看起来你不像我的律师。你不需要什么律师，我们来点痛快的吧。好啊。你出去的路上跟一个老熟人打了个招呼，他叫李威拉。我们把他带走，告诉他有人告发他了。他会认为是我？对，我就是这么说的。你是个骗子。那你打电话吧。你去啊，去啊。不错，干得真不错啊。要得到那些内部信息真得付出点什么，是吧？干得漂亮。谢谢。咱们去找找这个苏西吧，我们可能会找到斯特瑞普的线索。好主意。哦，我刚想起一件事，我约了去看牙医，那么我去把它取消，然后去找你们。没问题，我们也能处理。哦不，这没什么，不是什么大手术。我说你还是去看牙医的好，保护好你的牙齿，我们随后再跟你联系啊。走吧。嗯。是警察，开门。嘿，我什么也没干。不，你知道有人干了。我不认识他。你听着 ，Strieber 是个杀人犯，你不想做同谋吧 ，Susie？ 啊，
我不需要警察来告诉我我的朋友是什么人。你刚说过不认识他，给我滚出去。如果你帮他，那你将作为谋杀犯被捕。不，你最好想一想。嗯，如果你见到 Strip， 给我打电话。哎，我觉得我应该跟他们一起去，而不是到这儿来。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我已经有办法了。真的？嗯。这次再见的梅隆还是和三年前的感觉一样。德安基罗安是不是？是的。你知道梅隆走的是捷径。我们知道德安基罗杀了他的合伙人，因此梅隆想给他设个圈套。他抓了德安基隆的财务人员，一个叫德莱斯尔的男人。我认为这个人对我们毫无价值，可是我们让他在审讯室清醒清醒。我一个月以前审问过这个格莱斯尔，我认为他对我们的案子没有什么用。梅隆已经证实的材料是格莱斯尔曾经通过德安基罗的情妇帮助他们收集钱财，而真正发生的是格莱斯尔告诉了克莱德安基罗的弱点。对，他用这个情报一下子赚了几十万美元。就是说我们可以从格莱斯尔身上下手，可以视他为凶杀同谋。那好，格莱斯尔认识我，让我先来对付他吧。哦，你已经六个星期不在了，干嘛不轻松一下，休息休息，兜兜风？梅根和我能处理这案子。那么现在一切又重演了。是的。知道吗？我坐在这儿听着自己不停地唠叨，简直可怕。我听起来就像是那种爱妒忌的人似的。你妒忌梅根吗？我不知道。我是说，我不是那种见到别人走到我前面我就妒忌的人。我不是那种人。你知道吗？这可太有意思了。你认为还会有别的原因让你感到妒忌吗？不，没有。能为您效劳吗？把它装满，别忘了那些钱。快点儿！好，好，好，给你。哎。你能肯定吗？对，就是他，没错。他怎么样？哦，他真行，居然没事儿。他证实了那个男人就是 Strip。店主受伤，那个男人也受伤了，这些血迹一直延伸到门外。对。他居然还能自己驾车逃跑，我们应该通知这一地区所有的急诊室。我认为这个家伙是不会进医院大门的。对，我们可以在街上的药店找找，看看有没有人打电话叫医生。你们大概是对的，接着干吧。好的。谁呀？是我。你在哪儿？老地方，你跟我说过的那个医生还记得吗？叫他来。谁呀？莱德尔·苏西让我来的。自己进来吧。我可要先付钱。你要麻醉吗？不。好吧，要是你改主意的话，你就叫唤。迈克尔，泰德医生让你给他回个电话。泰德医生，就是那个心理科专家吗？哦，我只是问一些问题。
哦，是咨询。那么咨询就是昨天的牙医的预约了。你是怎么知道胎的医师是心理科专家的呢？众所周知啊。真的？对。那么他还可以代替精神科医生是吗？哦，这倒让我长见识了。啊哈。哼哼。你朋友的肝脏怎么样了？对不起，我的电话插头让猫给拉下来了。不过我还是很高兴你们决定到这儿来共同解决这个问题。知道吗？有趣的是，你们俩选择了相同的事件来讨论，尤其是你们第一次与梅格梅隆一起合作，你们为什么这样想？怎么你谈到梅格梅隆了？是啊，不对吗？也没什么不对的，我只是认为他对你没那么重要。他对我是不重要。等等等等，我们可能离你上次说的地方越来越远了，迈克尔。哦，是吗？说到哪儿了？你说到德安吉洛的财务人员格莱斯尔愚弄了他的老板。哦，对对对，我记得，我看。那这样吧，我看还是请迈克尔来讲完这个故事吧。好吧，梅根的主意是在格莱斯尔身上放一条线。试图以对待克莱那样的方式从德安吉洛身上挤出钱来。我们在监视车中观察，我们听到一切对话。我个人认为这不是太好的办法，但是好像我说什么谁也不在乎。维克，我可以把全部过程告诉警察，或许你不想让我说出去，得让我觉得值。我不相信你会这么做，维克。时间不等人呢，我绝想不到你是最后出卖我的人。这家伙杀了他的合伙人，他除了钱什么都不在乎。我为咱们的生意去通融资金，他却对着我干。到了关键的地方，就杀了他，因为他太卑鄙。就到这儿，咱们进去吧。不不，等等，看看他们还要干什么。我以为你是我的朋友，可你和他是一路货。你要干什么？别动！哎，这是什么？好了，已经够了，我们进去吧。亨特，赶快进去。后来怎么样？你们救了格莱斯尔吗？我冲进去时，德安吉洛正在拿一根电线往格莱斯尔的脖子上绕呢。格莱斯尔被吓得起诉了那个部门。对，是这样，可地方检察院没有受理，后来他们好像也就忘了。这案子我们处理的还是不错的。你为什么不告诉他们后来发生的事情呢？哦，对了，新闻界不知怎么的发现了这事儿。不知怎么的？然后他们在舆论界大做文章。啊，那情形就成了逮捕罪犯的功劳都是梅格梅隆的了。如今他是中尉了，你对此又作何感想，迈克尔？你知道我们共同为这个案子做了许多工作，我不是说他不该得到提升，我你什么意思？你看到了，现在一切都明白了，全都是因为你妒忌梅格梅隆。什么？我并不妒忌他。哦不，你妒忌。你怎么回事？你跟我装什么傻呀？你这是什么意思？你很明白我在说什么，很明白。再想想，别着急，想想三年前出的事情。好的，我在想。你看，他明白了。我，梅格梅隆和我之间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啊。我并不在意，这不关梅格梅隆的事情。只是那件事情发生之后，我离开了六个星期。回来以后，我需要和你谈谈，可是我却不能，因为你和梅格梅隆形影不离。你到哪儿，他就到哪儿。我需要和你谈谈，我需要在那件事以后跟你沟通一下，你明白吗？在什么事发生之后？你等会儿，听着，每周我给你打两次电话，每次你谈的都是关迪克这个，关迪克那个，你的工作，你从未提起过那件事情啊，没有。提起什么事？当然在电话里你听。哦，等一会儿，你说我提起那件事什么意思？你为什么不提？因为我感觉你根本不想提他。为什么我不想提那件事情呢？我怎么会知道？你看你看，为什么在感情纠葛方面总是女人来负责任呢？啊，为什么呢？你们还是没告诉我你们说的到底是什么。好吧，我来告诉他。在去关帝国的前一个晚上，我们在一起睡觉了。
你们谁想说说这件事？这事就那么发生了。你呢？是的，我发生了。我们俩一直忙于工作，尤其是麦考尔，他已经准备好去培训班的事儿了。那天是他的结婚纪念日，他有点伤感，因此我想可能我该带他出去吃顿饭。那个晚上我们谈起了斯蒂夫，就是他前夫，在几年前一次执行任务的时候遇害了，看样子的确有点用。那天晚上快结束的时候，他说起了要去管迪口的事儿，他的情绪又恢复了。那个晚上我们过得很愉快，甚至不想就此罢休。因此当我送他回家的时候，他让我进去喝一杯咖啡。我进去了，我们又谈了起来，谈得比那些结婚的事情还要深。就是这样，那一刻我无法控制自己，他也一样。第二天早晨你就去关迪口了？对。你是什么感觉呢？很好，感觉特别好，对我第二天早晨要走没有丝毫影响。有他在一起真好，早晨醒来有他在旁边，我们一起起床。我知道这不会成为一种模式或其他什么，也许是我们之间唯一的一次，可是他的确很特别。那么后来怎么样？后来他就给我做了早餐。那顿早餐绝了。对，除了鸡蛋之外的确不错。你们俩没再谈谈感觉吗？没有。那后来呢？你们再没谈起过这件事？没有，我希望我们谈谈。可那时候我才，我只感觉到不需要说什么了。或许是我们俩都怕谈起他，再说我忙着收拾行李去机场，可能这一忙倒挺合适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吧？然后他就帮着我收拾，我们开车去机场，离开时我们亲吻说了再见。可是六个星期后我回来了，我走进去看见你和梅隆在一起，他还坐在我的桌子上，就好像他替代了我的位置。你却对我回来毫不在意，好像我没在那儿似的。不是那么回事。但我是这么感觉。我绝不是有意的。那么梅根走之后怎么样呢？他走了以后就好像是始终又倒转回来，就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事实上发生了。那你呢，亨特，你有什么感觉？我想了很多。不不，我问你有什么感觉。感觉很好，简直棒极了。我很高兴这样。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只好先把它放到一边。我们之间关系的发展，我认为不应该以时间作为解释的。当然，时间越长，我就越可能不去提起它，我就越怕面对它。我不想冒失去一个好朋友这个险，我更不愿失去个好搭档。请原谅，这是急针线路。喂，好的，我告诉他们，是找你的，梅隆中尉要见你们，马上。监视有结果了，苏西开始行动了，他正在路上拿个箱子去找斯特瑞伯。好极了，你要的电话记录。谢谢。那是什么？我果然对了，苏西打电话给这个无赖前任救护员莱德，那可以以后再证实，他正往斯特瑞伯那儿去。知道吗？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箱子这是个古老的把戏。你认为怎么做？我认为要先查问莱德，现在就去。我看马考是对的，我们去找莱德。都到这步了，你却要丢掉这个线索？我不这么想。好吧，我派人盯上苏西。谢了，中尉，走吧。这是怎么回事？你在监狱外面是不是待腻了，莱德？你先进去查看，我会呼叫你的。我在经理办公室那儿。威廉五六呼叫威廉一号，我们在奥林匹克昆晓路，代号六。威廉一号，明白。呼叫威廉五六呼叫，我们在追捕嫌疑犯，请立即派人增援。我们的人到了。嘿，我有个主意。明白了。明白。我们走。枪扔掉。
梅根·梅隆，迈克尔，再也不用我站在你后面了。不，我并不这么认为。谢谢，我学到了很多，和你一起干我学到了不少东西，谢谢，也谢谢你。谢谢中尉，祝你们好运。我们应该去吃点什么，顺便想想咱们这些报告该怎么写。我还不怎么饿，干嘛不先写报告，然后你送我回家去。好啊。这个星期真够瘦的，可庆幸的是这个案子终于结束了。是。哦，你听着，我得再向你道一次歉。我觉得我不应该让它发生的。我觉得我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我应该从一开始就面对它，而且我也有我的责任。是的，我也请你原谅，对不起。听着，我们得定个协议，今后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我们得马上说明白。对，绝对没错。不管是什么事情，不管出了什么问题，立即就面对他，说清楚。没错，就这么定了。Okay, 好极了。好的。还想喝杯咖啡吗？嗯，